朱朝阳，我不要你上去。你肯定是想去找我爸，我才不让你去见他。你快点吧，一会儿就要合唱排练了，老师不让迟到。还没打上课铃呢，你再等一会儿嘛。上课铃响了，我可不想迟到。
你爸爸是为了那件事才来的。哎，朝阳，你该不会全忘了吧？那可是改变你人生轨迹的大事，就在这儿，你和朱晶晶还有普普。我不用现在提醒你，你很快就会看到相当有趣的画面了。朝阳，你会找到真相的。朝阳，你回来了，今天上课辛苦了，妈妈给你做鱼吃吧。怎么哭了？你走回家的？你爸没去接你？没去？我明明都和他说了。你今天出门前给他打电话了吗？就是有点事去不了，现在朝阳不都安全回家了吗？你冲我大呼小叫做什么呀？一天到晚有事有事，谁不知道你忙的那点破事儿？你不是孩子他妈吗？我没去你不会去啊，凡事都怪我有什么用啊？还有，我是去准备离婚材料，你别忘了，离婚是谁要提的。怎么回事？从哪掉下来的？别愣着了，快叫救护车！
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，爸都喊你半天了，怎么走神了？今天爸给你带了个礼物，来。不是鞋子，是最新款的泳镜儿。之前你一直说想去游泳，爸都记着呢，快看看喜不喜欢。那就好，改天爸带你去游泳，你就带上。洋洋，还有件事儿。爸想了很久，这件事儿还是要问问你。如果问错了，你也别生爸爸的气啊。听你王瑶阿姨说，晶晶出事那天，你也在少年宫。洋洋，你跟爸爸说实话，他摔下楼之前，你有没有跟着他？不是，爸怎么可能去怀疑自己的儿子？但你晶晶妹妹也是我的孩子。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，爸心里，所以爸问你，是想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，咱们告诉警察，让这件事早点查清楚，我和你王瑶阿姨心里也能有个安慰。你能理解爸爸吗，洋洋？爸先接个电话啊。哎，怎么打电话来了？我正在问。爸爸的包里为什么会放着一支录音笔呢？他这样费尽心思地算计你，是因为他根本从没相信过你。只要他一边引诱你开口，一边偷偷记录下你们的谈话，当作证据交给警察，就足以证明你是杀害他宝贝女儿的凶手。他可真是个好爸爸呀。朝阳，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，就想帮你从家里逃出来一样，想让你爸相信你，我有的是办法。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做，很简单。朱晶晶已经死了，这样很好。现在你爸只剩下你一个孩子，你可千万别浪费这个扮演好儿子的机会呀。朝阳啊，
该怎么让你爸感到愧疚，让他心疼你？就不用我来教你了吧。生意上的事儿太忙了，咱们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当然记得，怎么突然提起这个？这么一想，的确是很久以前的事。现在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今天聊的这些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，爸再也不提了。但是爸现在要去一趟少年宫办点事。
这些老师的证件照怎么这么丑啊？上了半天课了，透透气。嗯，同学，你有事吗？平哥，你家现在什么情况？哎，不安宁啊。哎，打牌打牌打牌，不说这个。王瑶又闹了。这么明显吗？其实啊，我就是问王瑶要不要再生个儿子，他就大发怒火，弄得我很尴尬。哎，你不是有个儿子吗？朝阳啊，他读书那么好，干嘛再生一个？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前妻。朝阳这孩子聪明，但是他和我不亲，被他妈教的。每次见面，他都一脸死气沉沉，好像我亏欠他什么一样。你确实应该多关照一下他。再怎么样，毕竟还是你的儿子。将来这个社会，说不定还是要靠儿子的。哎，你说的没错。朱朝阳。你在那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把晶晶推下去的？我看见了，那天你也在少年宫里。朱朝阳，要是你心里没鬼，你这么害怕我干什么？这
赵春红，一定是赵春红教你这么说的，他想包庇你，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家过好日子。杀人凶手，说是不是你害死了我女儿？你等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让你们为我女儿偿命。你就是朱朝阳。我告诉你，晶晶就是我姐的命，你他妈最好给我说实话。再废话，信不信我剁了你的手？快说！王丽，你干什么？你个混蛋东西，没轻没重的，离我儿子远点儿！行。你儿子，那晶晶就不是你女儿了？别在这闹事，还嫌你姐不够糟心吗？朱永平，你他妈也配提我姐？要我说，晶晶不明不白的从楼上摔下来，就是你跟周春红养的这个小杂种在搞鬼。现在你还护着她，你对得起我姐吗？王林，晶晶的事已经报警了，要查也轮不到你，你给我滚！朱永平，你知道我王丽是什么人？这件事儿没完。洋洋，他打你了，受伤没有？你王瑶阿姨的弟弟，他就是这种人，放心，爸回头肯定找他算账。啊，没事就好。哎，刚才不是说让你早点回家，怎么跑到少年宫里来了？那你找过老师了吗？用不用爸开车先送你回家？洋洋，哎，那爸先走了，你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
朝阳，你开不开心啊？有爸爸来帮你撑腰，是不是一点都不疼了？你看，我的方法果然没错。你爸爸现在对你多好啊，时时刻刻想着你的安危。今后，他只会是你一个人的爸爸，他会永远地看着你，把你当成他的骄傲。哎呀，别想那么多了，现在你的绊脚石少了一块，难道不是最令人高兴的事吗？你想要爱、陪伴、完整的家，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去得到他们。朝阳，你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。杨洋的确是受了点委屈，但这事儿我会解决。你会解决？朱永平，朱晶晶从楼上掉下去分明就是意外，凭什么要来为难朝阳？王丽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混，跟他姐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要是他那天直接带人来把朝阳绑走了，你怎么管？这么大的事儿，问问他也是应该的，更何况我已经拦住王丽了，你少在这借题发挥。什么应该？你怀疑你儿子就是不应该，但凡你能对朝阳上点心，他就不至于受这种委屈。周春红，你说话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愿意自己带着朝阳过，那是你的事儿。我就算重新成家之后，也根本没想在钱上苛待你们，是你自己不愿意要。小三分我的钱我先脏。朱永平，你们。喂喂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学校里藏着杀人犯朱朝阳和他的母亲周春红，少年宫残忍地杀害了我的女儿朱晶晶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简直是血口喷人。朱永平，你不管管。哎呀，广播好像在晶晶以前唱歌的音乐教室，我去看看。啊，朝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先回家，快点快回去。洋洋，你听话，快回家。朝阳，刚才在广播里说话的人，你心里不恨他吗？我说过，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叫王瑶的女人，她抢走了你的爸爸，让你的家变得支离破碎。他剩下了朱晶晶，让你爸连一点陪伴都不能分给你。现在他还当众侮辱你和你妈妈，让所有老师同学都嘲笑你。但你忘了吗，朝阳？朱晶晶摔死之后，他已经没有筹码了。现在你是爸爸唯一的孩子，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会听，都会帮你的。快去说服他，让王瑶再也不能欺负到你们头上。
刚刚广播里说那个学习很好的朱朝阳是杀人犯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真的假的呀？朱朝阳，你别过来！洋洋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吧，这是大人们的事情啊！周成虎，你给我说清楚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以为你儿子考几个第一就优秀了吗？他就是个骗子，一定是他心里嫉妒才把晶晶从楼上推下去的，一定是他。你儿子是杀人犯！闭嘴，你发什么疯？没有证据就别乱泼脏水。晶晶以前从来没有跑上过少年宫的阁楼，如果不是朱朝阳搞的鬼，他怎么会去？孩子的脚长在自己身上，你又不在他身边，怎么管得了他往哪儿跑啊？我们朝阳的心一向放在学习上，没有闲工夫操心你们的破事儿。你别吵了，都先少说两句。是你们欺人太甚。朝阳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大人的事情你别管。洋洋，来，爸有话和你说。咱们出去聊。没事的，先出来说。
今天的事你别见怪，你王瑶阿姨只是伤心过度气昏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体谅体谅她好吗？你妈妈还有你可以陪着她，但王瑶阿姨和爸爸已经失去了静静，我们都很伤心。杨洋，看在爸的面子上，就让这事儿过去吧，好吗？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爸向你保证，一定会多劝劝你王瑶阿姨，不让她说你了。后面的事爸来处理，你快回去吧。你就这么让你爸走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多说几句好话给他听。你太心急了，朝阳，你再给你爸爸一点时间，他肯定能像对朱晶晶一样对待你。好吧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音乐教室是朱晶晶最常来的地方，说不定也藏着什么秘密。
你就让我下去吧。那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准再欺负别人了。老师，老师，救命啊！你不能走，对。多余的小孩，孤僻怪胎，杀人凶手。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，出什么神呢？我说我们之后一起游泳的事儿啊，咱们不是约定好以后要一起横跨珠江吗？爸以前亏欠你很多，之后我会当个好爸爸的。他是我一个人的爸爸，他只爱我不爱你，他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。Thank you.
钟永平，你去哪儿？叫出去透透气，你在家待着。去找你儿子是吧？王瑶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晶晶对你来说不重要，对吧？反正你还有一个儿子，好儿子。晶晶，只有妈妈在乎你，你爸爸就是个骗子。够了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你儿子就是个杀人犯，就是他杀了晶晶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现在警察都没出结果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嫉妒。着急了吧？走，咱们先去买个饮料。哎，等一下，爸爸先接个电话。你又去哪儿了？哦，我那个出来办个事儿。你不是带晶晶去少年宫了吗？回来吧，晶晶今天发烧了。怎么突然就发烧了？严不严重啊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去了。
晶妹妹突然发高烧，王瑶阿姨让我送他们去医院。下次吧，下次找个合适的时间，我们游泳之后去吃海鲜大餐，好不好？回来了，晶晶怎么样了？你的事忙完了？哎，这不是女儿要紧吗？晶晶烧得厉害吗？哼，算你有良心，晶晶没事了。你不是一直想去吃海鲜大餐吗？咱们一会儿带晶晶去吧。你呀，是不是就为这事儿故意把我叫回来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吗？那行，一会儿晶晶下课我就告诉她，说爸爸今天不想带你去吃大餐，看她回来怎么闹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嘛，我带你们去就是了。一会儿吃完饭，你们还想去哪儿都可以。我陪你们，这还差不多。那一会儿你先送我去美发沙龙，再去接晶晶。好好好，都依你，都依你。这是谁叫你这么叫他的？晶晶，他是来和你抢爸爸的，他可不是你哥哥。啊，他抢我爸爸？对呀，别看他不怎么说话，其实心里可嫉妒你。每次他拿成绩单来，就是为了引起你爸爸的注意，让爸爸也宠着他。爸爸是我的。对，你才是爸爸最疼爱的小宝贝儿。嗯，所以咱们晶晶也得更优秀，爸爸的眼睛里就看不见朱朝阳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想当领唱吗？合唱比赛妈妈找老师把你调到中间去了。穿最好看的裙子，让爸爸只能看见我。好啊，朱朝阳，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就是你叫他来欺负我。就是你还想赖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去叫我爸，让他打死你。那也是他爸爸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们欺负我。你不是想和我抢爸爸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爸爸说他只喜欢我。你冷静，说就说，他就是讨厌你，讨厌你，讨厌你！朝阳哥，他……我们快走吧，警察一会儿就要来了。朝阳哥。
上头走，校门口见。朱朝阳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杀人犯。那天你就在现场，你亲眼看着他掉了下去。朱朝阳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无论如何，我要你静静的死，救命！救命！妈妈该怎么活呀？
是我一个人的爸爸。他只爱我不爱你，他讨厌你，讨厌你，讨厌你。这里是你心里那块最隐秘的角落，这里装满了你最不愿回忆起的一切，还有失望、痛苦、极度自私和恐惧。而我出现在这里，只是为了让你找回那些记忆，让你想起自己原来的样子。是的，正是那个暑假，那个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夏天。而你就是漩涡的中心。你亲手粉碎了这辈子得到的最好的友情，你眼睁睁地看着亲情在你手中流逝，你早就不再是什么好孩子、好学生。朝阳，你为何不直面自己的内心呢？这是你的回忆碎片，银幕上是六峰山，那一切的开始。你不想进去看看吗？从此往后的故事，全凭你的选择。朝阳，你怎么才来啊？
朝阳哥哥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咱们不是说好了要来爬山吗？主要是普普想拍几张照片给他爸爸妈妈看。嗯，朝阳哥为了帮我拍照还从爸爸那里拿来了相机。颜良哥，朝阳哥，谢谢你们这么帮我。朝阳，你第一次这么说。朝阳哥，我们去拍照吧，我想和颜良哥在流峰山大门口拍一张。哎，朝阳，房子的事你不用担心了。我们在码头的一处废弃的渔船住下了。是啊，守船的大爷是潮州人，普普刚好会说那里的方言，一下就说通了。而且周围可以打零工，我还能给普普赚点吃饭钱。颜良哥，朝阳哥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快过来。哎，来了。哎，爸妈，你们慢点。我们没事，不用你扶。哎，行，那咱们是现在上去，还是先在山下转转？你赶紧把车里东西拎出来吧，别让我们在这站着了。哎，好好好，爸说的对。爸妈，徐静的事儿，你们能不能再劝劝啊？这是徐静的决定，我们当爹妈的只希望她幸福，别的我们管不了。当初我早就说了，你们根本就不合适。老头子，别说了，我们收拾一下上山吧。朝阳，快来。朝阳哥，我们俩想在这儿拍一张。就是通往这个世界的大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从这里去往记忆中的任何一个片段，只需要找到通往那里的回忆碎片即可。是的，它们就像一张张小小的幻灯片，放入放映机后，你就能通过银幕里的世界找回新的记忆。有时候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去同一个地方，也会遇到不一样的故事。唉，每次想起你的故事，我都会忍不住感叹，这可真是一个漫长的暑假呀。
别忘了，我可是最懂你的狐狸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，我会帮你把这些破碎的记忆一片一片地拾起来的。哥，我们上去吧。哎，要不我们三个来场爬山比赛，看谁先爬到山顶。好啊。那咱们三二一开始。颜亮哥，等等我。普普，前面就到了。朝阳，你怎么这么快啊？刚刚一路上都没看见你，我还以为我绝对是第一呢。颜亮哥，朝阳哥，你们跑得好快啊。普普，你身体不好，就别那么勉强嘛。谁说的？我还能跑。好，朝阳哥，咱们一起拍吧。怎么了？啊，朝阳哥的那块备用电池，我忘记把它带过来了。我把它放在了铁盒里，出门之前没想起来，都怪我。算了，普普，我们在大门口还有照片呢。真的吗，朝阳哥哥？朝阳，那就交给你了。
六峰山集邮卡免费领取，集齐更有丰厚奖品，先到先得。我也要领一张，但是老板，邮票该去哪里收集呢？那就得看你的缘分了。六峰山集，我也要领一张。那就得看你的缘。回来的这么快，六峰山上拍到的东西你都看见了吗？我知道你拿到了船舱的幻灯片，哎呀，真是幸运，这样你就可以去拿到那块备用电池了。以防你不知道怎么去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你只需要把幻灯片放入放映机，按下确认键后，就可以从银幕进入船舱了。相机拍到的东西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总之先别报警，报警就完了。你说，朝阳哥会帮我们的忙吗？这些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
朝阳哥，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，电池弄到了？里面有电吗？朝阳，给我们录个像吧。普普，你不是喜欢唱歌吗？咱们就在这儿录首歌吧。好啊，该唱什么呢？又怎么了？这个相机我不大会用。怎么不早说呀？让我们在这儿坐了老半天。爸，您看我还有机会吗？别说了，徐静的事我们没法帮他决定。好吧，爸妈，我帮你们俩摆摆姿势。你干什么？我想到了，我们唱小白船吧。朝阳哥，你也一起来。蓝蓝的天空，银河里有只小白船。谢谢你，朝阳哥哥。今天我很开心，爸爸妈妈看了这些，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还有欣欣，我多想他也能来这儿，和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。普普，你别瞎担心了，哥一定替你想办法。嗯。要是有钱就好了。有了钱，我就可以。普普，你看远处，那是什么？我看看，哦，那里有个亭子。朝阳，没事，我能哄好。是啊是啊，哎，你看那个绿绿的树，那个白白的云，还有飞起来的小鸟。很开心吧？一切都像是你梦寐以求的暑假，与老朋友重逢，结交了新朋友，大家还一起约好了出去玩。然后他们会离开宁州，你将再也见不到他们，并把这份快乐的记忆永远埋在心底。可惜呀，这个故事并没有这样发生。因为那个相机，你在六峰山上拍下的视频，它改变了你们所有人的命运。去吧，朝阳，去见证你的下一幕故事吧。
长哥，你来啦。我们再看昨天爬山拍的照片。你们快看，山顶上有两个人被推下去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朝阳哥，你认得他们吗？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在山脚下，我看见有个叔叔带着老爷爷老奶奶上去了，而且他开的白色车子有个厨师帽的标志。该不会就是他吧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不行，不能报警。朝阳，你忘了吗？要是警察一问起来，我和普普就要被送回福利院了。我们就算死了也不想回那里。普普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和他不一样，除了自己，根本没有人能保护我们。就算警察来了，他们也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，肯定会把我们抓起来，送回福利院。回去之后，又要面对那些恶心的坏蛋。不，不能回去！就算死了几个人，那也跟我们没关系。我不要回去。朝阳哥哥，都怪我。自从爸妈去世以后，我被送去了福利院，欣欣被领养了。这次从福利院逃出来，是因为欣欣查出了白血病。医生说，如果能早点手术，说不定还能治好。可是他现在的爸爸妈妈没有钱，我想去看看他。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回去，我要想办法帮普普。要是现在回去了，那就全完了。我肯定不会让他跑了。等救了欣欣，就报警。要不，我们给杀人犯写警告信吧。他要是知道有人看见他杀了人，就一定不敢再干坏事了。我们认得他的长相，还有车子，我们就去大街上一辆一辆找，放在他车里，他保证找不到我们是谁。好，这个办法好。朝阳，你文笔好，你来写吧。杀人犯，你好。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希望你改邪归正，不再害人。否则，我们就将一切说出去，让你的家人、朋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坏人。我们一起去外面找找吧。行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对了，
他毕竟是个杀人犯，要不我把弹弓带上，关键时刻或许能有用。嗯，朝阳哥哥，你知道吗？颜良哥打弹弓百发百中，可厉害了。就在那个军绿色挎包里，你看看。刚刚咱们一起出去找了一大圈，都没看见杀人犯的车子，简直要肉坏了。我们走到这之后，你说书店里很凉快，可以进来看看书，吹吹空调。颜良哥说他不爱看书，他自己去外面透口气。朝阳哥，我们先进去吧。我想休息休息，喘口气。小同学，要来兑换集邮礼品吗？本店内商品可以任选哦。小同学，书店架子上的商品不可以随便拿走的。不过你要是有集齐的集邮卡的话，可以用来换你想要的商品哦。我记得在六峰山的商店可以免费领取吧？那本题册我看过，有道题是印刷错误，解不出来的。加油吧。
饭。就是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个人。他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穿的也是白衬衫。快，我们去追上他吧，不能让他逃掉。没时间了，长哥，你在这等我。你站住！叔叔，我是帮书店登记会员的，你能留一下联系方式吗？书店怎么会找这么小的孩子来工作啊？小朋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来登记的，你留一下电话。叔叔已经是会员了。刚刚吓死我了，杀人犯的眼神真可怕。他应该还没有发现我们吧？现在怎么办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张老师，你认识他？我们看看他手机，肯定就能弄清楚了。不过杀人犯丢了手机，一定会回来找，我们得小心。哎，有人给他发了短信，快看看。要不明天我们混进去，找个机会塞警告信。哎，这样好，少年宫人多，他肯定不知道是谁放的。长安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今天赶紧回去，分头走，别被看到了。哎呦，小朋友，真不凑巧，集邮卡没货了，我这儿只剩最后一张样品了，还得用来做宣传嘞。哎，我看你有个相机，
要不你就帮我的小店拍张照吧，我送你一张刮刮卡，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哟。好，拍得好，我们店要做宣传，我正愁上哪儿弄照片呢，多亏了你呀。来，这是你的刮刮卡，平时卖1块钱一张呢，免费送你了。最大是1等奖，可以拿到100块，本店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的哈。啊，这1等奖，这不应该呀。那要不这样吧，小朋友，我把你想要的集邮卡给你。那再附赠你一张邮票。小朋友，这张邮票是我花了好大功夫才弄到的嘞。现在一起送给你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小朋友，行行好啦，我们店是小本生意，一天也赚不了几个100块，你这样我们不就亏本了？谢谢你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不过景区规定，这个集邮卡样品我是必须要摆在这里当宣传的嘞。你可以找齐了邮票再回来，全都贴对了，就让你拿走集邮卡，哈。好嘞，小朋友，等你下次再来。